第一台相机要怎么选？如果不想要买回家机会，这条视频好好看下去，告诉你为什么 Sony ZV-1 是最适合你的第一台相机。第一，超轻巧，方便携带，重量只有294克，卡片级的大小，放进口袋就可以出门了。第二，黑科技功能，翻开屏幕就自动开机，随时抓拍日常的精彩瞬间。第三，脸部多重曝光和美颜，记录日常的时候，从室内走到室外，光对比度高的地方，脸部光线处理很稳定，在暗处拍摄脸部细节也清晰，走到亮的地方也不会曝光。 Sony ZV-1 的脸部多重曝光功能不用额外开启或者调节哦，而且还自带三档的美肤模式，拍摄出来的人脸肤色更粉嫩但不失真，用相机拍摄也有美肤滤镜的效果，女神必备。第一台相机就是要轻便好上手，一个人作业也不会有负担，而且马币3399这个价钱就能入手了，它不香吗？